在国内疫情渐渐受到控制了后，政府开始宣导防疫新生活，将防疫观念甲动作落实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。七号早起，立委陈秀宝一个墙上的爱心，送了洗手乳、个米粉、饼等等物资，给鹿港、复兴、等等六乡镇41个有共餐服务的社区。除了帮助社区的共餐资源以外，也提醒大家爱较食洗手嘞。物资一箱一箱搬上车，李伟陈秀宝带着服务团队送物资，和各个有提供共餐服务的社区。为了协助社区办理共餐服务，也提醒社区居民常常洗手，维护个人卫生。李伟陈秀宝一个墙上的爱心，将物资送到社区，提供后来社区上课，也就是食饭的民众来使用。那最近的疫情紧张度已经比较没有那么高了，虽然是后防疫时期，但是也是希望大家要注重到个人的卫生的防护啊。之前大家都说戴口罩、勤洗手，那现在比较不用保持社交距离的当下，其实勤洗手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今天我们因为有很多的厂商也愿意来赞助这一块，就是我们有厂商提供啊，像洗手乳哦，然后还有一些物资哈，希望提供给有供餐的社区，因为这些老人家他们每天都会到社区去啊。那很近距离，大家很接近的在一起，不管是学习还是说用餐的话啊，希望可以保持个人的健康啊卫生，这个都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这次有提供就是赠送厂商所提供的这些洗手乳，我们也来提供给社区，希望他们可以啊继续保持这样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那维护大家的健康。刚有运动，刚那有一个报，李伟陈秀报希望达到跑增应用效果。其实更加多人做伙来关怀这群老宝贝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